山，火照。懂。这么多，妖仙姐姐连分毫，实在是令人羡慕。啊！哎呦，妖仙姐姐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为了让月初不起疑心的去人族世界，姐姐也是费尽了心思。好在她并未发现牧童逃租背后有我们的推波助澜。她既想将金人奉引到人族世界，必然会给对方放消息。接下来，我们只要等她，求我准她去人族世界便好。你就是当年那个小王八蛋，东方月初。今日我便要为我死去的爹娘报仇。大胆鼠辈，敢来涂山闹事！哎呦！刚刚你们伤了涂山的人，再有下次，定叫你们有来无回。请神凤，拿命来！你别碰，让我来。你也喜欢这个面具？不想去凑个热闹吗？今年盛会百年一次，凑过可惜。雅仙姐姐，涂山为妖族牵线几千年，可有人族与妖族相连呢？苦情树促成情缘无数，其中不乏情形独特者，却从未有过人与妖之情缘。为何？人与妖的寿缘本就不同，就算一时相恋，也无法相守终身。嗯，站住！哎，在这儿呢。哎，这定海一棒还是要保管好的。你喜欢傲来三少？是崇拜，大神是用来崇拜的，喜欢就浅薄了。苦情树乃天生地养之灵物，历代涂山当家的灵骨，亦可化万物为天地灵物。话虽如此，为了护下他，能够省了自己的灵骨。博取灵骨虽然凶险，但我还可以活命。若是月初用东方灵血去计数，他唯有死路一条。既然有生路可选，为何要选死路？我如今的妖力，竟连你过来都察觉不到。我这个大当家，是不是太让你们操心了？你不仅让人操心，你还让人烦心。你一个人身上担了这么多的担子，若是你当真出了点什么事儿，总得有人替你扛。即便只是为了这些，你也得好好珍惜你自己的身体。我答应你。此乃大当家叮嘱之物。步太星夜兼程，总算赶在规定之日前送达。多谢大当家。
似乎气色不佳。不碍事。大当家所求之物，步太已经完成。不知步太所求之事，大当家考虑得如何？公主当真要与妖族结缘？苦情书在上，我为人，他为妖，但彼此之情不渝，请保佑我们突破阻碍，长相厮守。许愿者可愿信守承诺？我愿意。我愿意。在我赶去御妖谷与你会合之前，这沾染了我气息的天地一血能助你逢凶化吉。我不在，你照顾好自己。今日我们两个身份就要互换了。我呢就叫苏苏。苏苏，今日可不许调皮哦。妖尊妖力深不可测，连最厉害的法宝都奈何不了他。妖尊？妖兄们，你们知不知道妖尊现在何处啊？空的，没人了。或许我们可以从被抓的那个妖奴处着手。从今以后，世上再也没有东方家族。啊！妖仙姐姐，我带你回去。你怎么能为了我罔顾自己啊？我若是不救你，你便会死在里面。你要先解决，在你心里我也很重要，对吗？妖仙姐姐，下一次我们一起去看雪山之巅，森林如海，明月照江，还有世间好多好多的美景，我们都一起去看，好不好？这愿望你自小便说，不腻吗？那是小时候。那现在呢？现在用心的说，妖仙姐姐，我想和您一起共度四季，在青山营里逍遥揽月。你为何要娶步太？你真的心悦他吗？我的答案是，我心悦他，白首不离，生死不弃。此二人天造地设，成佳人之美。妖仙姐姐，我想和您一起共度四季，在青山营里逍遥揽月。月初，东方落的灵源已经护下，跟着紫灵殿便可寻到。放心。不好，月初。月初，月初，为何不与我商量？我怕你不同意，更怕。我现在唯一感到遗憾的事情，就是没能听到你亲口说我喜欢。